同学，请看寄送的第二首，须弥陈述檀山行，一切刹中便是法，种种庄严形象别，个个不离而安住。这首偈也是一段啊，第二段讲华藏世界的形状以及布列安住。形状在前面常行我们读过，要是广说有世界海未成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地方呢只是举几个例子啊。须弥是山的形状，尘是城镇的形状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坐飞机在高空里面呢看地面上的城市，我们的概念呢很清楚啊。第三个例子呢是树，第四个例子檀山啊。檀山是什么呢？古时候祭祀天地鬼神的祭坛啊，形状无量无边啊，举出这个四种啊，这四种是不是随随便便举出来的呢？我们想世尊说法，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绝不是随随便便举出来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佛说你们自己去想去吧。那这个就是所谓是仁者见仁呢，智者见智啊。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学习啊。那须弥这是阎浮提舟啊最大的一个山呐，须弥山呐，通常比喻的是德高志大。用须弥来代表啊，大德大智须弥众宝所成，这里头就有万德万能的意思存在其中啊。我们读到这个名词就要想一想自己的道德有多高啊！
如何修养，如何提升，啊，尤其是道德两个字，啊，这个名词的含义要清楚啊！啊，如果要不清楚，你怎么个学法？啊，什么是道呢？古人有解释了。凡是跟宇宙全体相应的这个总原则，称之为道啊。与在佛法里面讲呢，与性德全体相应。德呢，是与性德部分相应的，不是全体局部相应的，称之为德了。那么由此可知，道是宇宙全体的总原则、总纲领。德呢，是宇宙局部的原理原则。这个解释很好啊，很清楚啊。与性德全体相应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在佛法里头，初学佛的人刚刚进门，佛传授你三皈依，三皈依是道啊，大道啊，绝真经。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佛教众生啊，最基本的，一切众生所必须要遵守的。与性德全体相应的那个原理原则，敬业三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道？道啊，像树根啊，德是树干。道德要没有了，那就是根也没有了，干也没有了，啊，剩下的是什么呢？枝叶花果，
插在花瓶里面的，很好看，过几天就死了。啊，没有道德，没有根本啊。在儒家讲道，讲得非常具体，伦常大道啊！啊，伦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关系啊，自然的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自然然的关系。道啊，啊，无常性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五戒的大道啊。啊，儒家讲的德，讲了八个目，啊，八个纲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还有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个说法都好，叫八德。在佛法里面，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大德了。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写了净宗同学修学的五个科目。啊，这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三学。啊，不是，第一个是三福，敬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第三个就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贤十愿，很好记呀。啊，但是要真干才行。啊，务必要遵守，要奉行。起心动念要以这五个科目做标准，尽可能的靠近这个标准，不能远离。能够跟这个标准合一了，你就是在行道，你就是在修德，这五个科目是诸佛的大道，菩萨所修的大德。
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呢？还是随顺呢？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勉励同学们，我们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真修啊！真能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真修的人，自自然然，烦恼轻，智慧长，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呐，转恶为善呐。落实在对人对事上。转敌为友啊，转怨为亲啊，把冤家对头转变成亲友啊，转不过来，是你的德行还不够啊，还要认真努力修养。提升啊！到哪一天你的道德圆满了，全部都转过来了。祝福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化身菩萨再转，还没有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如来果地，须弥给我这个启示啊，尘意思很深很广。大众集聚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这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啊，这个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菩萨修行是在尘世，不是在旷野，不是在人迹不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建道场修行是叫初学的。是为了防止污染，是一种权巧方便。修成之后，那什么叫成就呢？在红尘而不染红尘，在染污而不被这个污染，这是你的道德成就了。
你才有能力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教化众生啊。度众生，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众生，协助众生。你想帮助他，你不接触他，你怎么能帮助他呢？而且这个接触绝对不是短时间的。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讲啊，哪有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证果了的？没听说过。那要帮助众生，你要帮助到底呀！帮助到底，怎么个办法呢？你要常住那个地方，请佛住世啊！你要常住啊！李老师表演给我看了，他在台中一住38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中，真的是38年如一日啊！表演给我看，我知道，不是不知道。我跟老师讲，我没这个福报啊！没有这个缘分呐、啊，常住在这个地方，都要有缘分。没有缘分，想常住都不可能的。那是要结缘。李老师跟台中缘深呐、这个缘不是这一生结的，过去生中结的缘。我知道我没福报，过去生中跟众生结的缘不深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福没有缘，我怎么办呢？广结善缘啊，全世界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都去啊，结法缘啊。这些年来得力于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利用网际网络，利用卫星电视啊，利用啊这个 CD、VCD、DVD 的流通。跟世界各地的同学结的缘很深呐、虽然如此，我又何尝不想定下来呢？常住在一个地方呢，依旧是语言不足啊。要知道，像我这种身份，从事于这个行业啊，多元文化教学的行业，
要依靠护持啊，护法了啊，佛家叫护法。没有人护持，你这个地方就不能住啊。早年我在香港讲义，香港有一位雷太太，雷瑞年先生的夫人，她护持啊。每一年他都邀请我到香港去讲经，讲一个月。雷太太往生之后，香港就没有人请我了，那个条缘就断了。断了七年没到香港去。香港回归，我去观礼啊，这个是一桩大事情啊，我去庆祝啊，去观礼啊。毕竟香港过去跟我有这么深厚的缘分啊，没有人请我也去管理啊。那么在香港遇到一些老同修，从前这个在那边讲经的老听众啊，遇到了十几位啊，大家都来告诉跟我讲，哎，法师啊，你为什么不到香港来讲经啊？我说我不是不想来啊，没人请我。这样一来呀，他们这几个人才发心在尖沙咀租一个讲堂啊，请我去讲。我跟他约定每个月去一次，一次讲五天，大家非常欢喜。这个缘呢又续上了啊，讲了两三年呢，听众越来越多啊，这个租道场啊，这个租金呢相当可观，从前我没问过，以后我才晓得啊，我去一次讲五天港币要用十几万。这些同学们大家想想啊，这么高的租金呢，那不如我们自己再凑一点钱呢，我们买个道场。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就是在这种因缘之下了成就了这个成就，对我来讲，我可以常住在香港啊。但是另外一个因缘，韩馆长往生之后，追随馆长这些年轻的出家人，没地方去了。香港的拘留很不容易拿到，跟新加坡一样，都是拿不到居留啊。而且居住在这两个地方成本太高，那个房地呀、寸土寸金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呀、负担不起呀、正好此地应缘成熟了，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怎么想也没想到会到澳洲来。啊，到了澳洲之后，从来没有想到啊，澳洲的语言这样殊胜。啊，这是过去生中结的缘，不是这一生的。我们学佛的人相信，学佛的人懂得。佛度有缘人，哪个地方有缘，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常住下来了嘛。虽然在这里时间不长，细心观察，这条语言确实很殊胜啊。大众在一块相聚，法喜充满。而且都是很认真的在学习，啊，而我自己这50年的学习，啊，也能其如这个环境，啊，多元文化的城市啊。城所表的一句，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啊，一切作为不能违背佛祖的教诲，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几天因为净宗学院跟慈地的净宗学会两个道场啊，合而为一，我这几天都在想啊，怎样把这两个道场带上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如来正法道场啊！我们对得起世尊，对得起祖师大德，对得起护法的施主。对自己来讲，成就自己往生净土的大好资粮啊！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机缘。可遇不可求啊，我们遇到了，应当尽心尽力啊去做。啊，想到先前的社会状况，啊，修学方式还是
遵照印光法师的教导是正确的。啊，印祖教导现代人，道场不要打。不要扩张，祖师教给我们，大家在一块共修的，20个人最好，最理想。啊，我想呢，加4个人，24个人。为什么呢？原先我们想的48个人呢，弥陀48愿呢。我们减少到24个人呢，无量寿经的愿24章啊，还如法啊！印祖告诉我们啊，我们24个人在一起共修。志同道合，啊，修学念佛法门，依据无量寿经，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总以净土3经1论，一句佛号念到底，肯定有成就。一个往生，一个人做佛了；两个往生，两个做佛了。真实功德不可思议啊！学院想来想去，还要依照印祖的方法啊。我们在一块共学，也不能超过24个人。学院每一个人学习讲经，啊，讲经最重要的条件是德行，要修养道德了。德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德行呐、啊！要真修，要真干呐、啊！果然。我们能够住山，10年、20年不下山，我相信你的德行、你的道业成就了。20年之后再出来弘法利生，哦，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印光大师示现给我们看，啊，他老人家70岁才出来弘法，70岁之前自学，没有人知道他。
他在普陀山担任的执事是藏经楼的主管呢，就像这个学校里图书馆的馆长一样。在藏经楼里头进修啊，一住30年了，道德学问成就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厚积薄发，他积的这个太厚了啊，积的德行学问太厚了啊，所以这一发出来之后，每一句话感人肺腑写出的文章字字都能够扣人心弦，祖师弘法只有10年了，70岁到80岁圆寂，你看他这个10年的影响多大？在中国，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这大家公认的。什么原因呢？积得太厚了，发出来有力量啊！年纪轻轻出来弘法利生，是好事情啊。力不足啊，心不专呐。同时又被外面境界诱惑，往往到晚年衰败了，衰退了他的根基太薄弱，没有东西发了我们细细去想一想这些道理，自己要找出一条出路，怎么走法，怎么做法，才能够成就自己，帮助别人。我对于印度的教诲特别重视的原因，是得自于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以印足为师他老人家虽然往生了，不在了，真正发心做印足的私塾弟子，真正依教奉行，就是印度的好学生啊，好徒弟啊。李老师的教诲也有在耳。
影响深刻。那么再仔细观察现前的社会啊，印祖指导非常契机。小道场，小规模，认真修行，不夹杂，不间断，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啊，那我们现在两个道场有这一段距离啊，但是我们用网络联系，每一天这4个小时的讲经依旧是联系在一起，同学们，你们的修学能不能有成就，这个是决定在自己，再好的老师也只能够点到为止啊！古人所谓师父临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啊。我能够帮助大家的是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白，把世尊祖师大德修行的方法，自己学习的心得，跟大家做详尽的报告，提供大家做修学的参考。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啊，诸位听懂了就要做。有疑惑的地方来问。疑惑是菩萨修行最严重的障碍。世尊当年在世，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为大众破迷开悟啊，为大众断疑生信。疑虑化解了，信心坚定了，依教修行自然就成就了啊。那么在现前我们可以说是有很大的福报啊！啊，你们年轻这一代，我跟你们相比，你们的福报啊，超过我。至少啊，有20-30倍。
我学佛的时候非常艰苦啊，没有法子跟你们比。每一天除了在经教上学习之外，还有许多生活上的劳动我要做啊，不能不工作如何把念头转过来，工作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工作，立事练心啊。啊，学教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学教。我要把经典里头字字句句怎样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融合成一体，这么一来，我这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都没有空过啊，不是像你们现在一般个错误观念的，为常住做一点事情啊，耽误我的学习了。你不懂的，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啊”。不亦乐乎啊，那个习是什么？习是落实啊。你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当中，生活就是学习啊。习是实验啊。啊，你所学的东西要通过实验，那是真实的，你才有心得啊！不通过实验不行啊！啊，儒家讲学而时习之，佛家也讲啊！啊，你看看《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53参，列事练心，那就是学而时习之吗？《论语》里讲一句话，在《华严》里头40卷经啊，善财做出来给我们看。方东美先生读了之后非常赞叹的，啊，这才是真正的学问，通过实验啊，通过生活，通过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么术这个字的含义诸位都懂得了，建树建立啊，从我们本身现前在学习的学生的这个立场树立我们的形象，树立我们的道德，这个重要啊！从这个地方做起啊。谈山祭祀天地鬼神，这个里头最重要的真诚心啊，对天地鬼神
不能用虚伪的心，真诚的心。这一句的意思讲不完了。希望同学们细心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只能讲到此地。